他去教那些工人啊，煎牛排，一个月给12000。张韶涵妈越南打工，亮丽曝光，不像12K台劳位。那时候的我啊，第一次才品尝到所有的背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，每一天都是哭的。让张韶涵、蔡欣、全英阿布、江柔一2009年指控弃养，由吴月锦领走女儿上亿薪水，两年后又当儿子的面上演街头全武行。张妈妈真的很激动，没想到日前张韶涵的舅舅江礼月再度出面指控他：“张韶涵，你混蛋！张韶涵，你混蛋！”大骂张韶涵弃养父母，更透露张母在越南沦为台劳煎牛排，月领12K。但是舅舅啊，有读者向苹果爆料，张妈疑似在家族企业工作，看这打扮怎么会是台劳呢？对此，舅舅又有话说了，他说张妈和弟弟欠牛排馆老板钱，张妈是打工还债兼散心啦，跟家族企业无关。跟他对上的话，你想跟他讲什么？在爸爸妈妈面前跪下来磕头认错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Seven 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